你看啊，这些人怎么上去的？传送过来。对，传送过来的，然后下班之后再把船送回去。所以我们这边的船票的费用有一些是包括给工作人员的。对，你看这也是重檐式的建筑。不行啊，就那个人那一下啊，你看他的音乐都很单调，然后一乐弦啊，哇 ，OK， 啊，上歌喽。那音乐的，嗯，停摆停回去的。